准备吃早餐呢，林红在帐篷里面收拾了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帐篷昨天晚上太给力了，昨天晚上起了好大的风啊，然后下了雨，那个雨哈、就被这个风就一直吹着打在这个帐篷上面啊，声音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，但是风没有对这个帐篷造成任何的影响。干嘛呀？说句话他就嗯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所有防风层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这个充气帐篷的防风性确实好哈。你看现在昨天晚上下的雨，还有这种水给它晒一晒就干了。这个帐篷是第一次经历了这个大风和雨天，但是在帐篷里面哈，睡着还是很舒服的。咋子嘛，你就进去，因为它这种棉布帐篷在起风的时候哈，它吹的时候哗啦哗啦的那种声音，就是比那种天幕那种材质的那种帐篷啊要小很多。现在晒着这个太阳哈，我说实话真的超级舒服。上午的太阳晒得很舒服，下午的太阳就晒得就有点热了。我现在来准备早餐，今天早餐就还是也能冲一杯牛奶。下午是不是不晒我？这边就挡住了。哎，下午太阳到那边去了啊，也好像可以，我觉得就不搭天幕了，今天是吧？这样看着好好。对，因为其实搭着天幕哈，有点影响这个效果。这个直接单独一个帐篷在这里很好看的。也还是吃烤肠，我终于把那个原味的给翻出来了。来整理一下冰箱，它在最下面，给它拿到上面来了。前几天全是吃的黑胡椒味的，想换个口味的。依旧用过这个空气炸锅，哇，冻得好热啊！这个是在宜家买的那个鸡肉丸，之前在宜家去吃过，很好吃，然后买了一袋，今天来试着用，还是用这个空气炸锅做一下。然后它还有牛肉丸，然后这个鸡肉丸打折，就买了鸡肉丸，还是很会过日子的，其实吃的都很好吃的。空气炸锅里面就这么多东西，这个的话，这个是蛋饺，我感觉这个是蒸一蒸好吃一点吧，还是拿那个蒸一下。我觉得海拔越高哈，这个风景就越棒。然后我们两个也没有高反嘛，就待着很舒服。那其实在这个海拔露营的话，很多人是不太适应的，所以说还是得根据自己身体状况来决定。我们俩我感觉就是我们在5000多海拔都露过营的，普莫雍错，5000多海拔也没有任何感觉，我们两个还是挺厉害的哈。李瑶现在看着外面变成这个姿势了，你在干嘛呢你啊？这是什么姿势啊？嗯？你在干嘛？你看到有点舒服哦。他每次就觉得后脚不出去就没事了。哇塞，这个环境下做饭感觉很不一样啊。这个是这次出来最漂亮的一个地方，我感觉那边的雪山有希望要出来，云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，那边雪山真的要出来的感觉了，是吧？对，云已经越来越少了，很高级的厨房。好，然后现在用这个高压锅来蒸一点这个蛋饺，天天吃煎饺也不行啊，吃点蒸的。这个好像是半成品，好像是半熟的，就不用高压了，直接蒸一蒸就可以了，应该是可以的。一边蒸着饺子，一边弄着烤肠和肉丸，就等待他们了。哇，这个好了，要翻个面。哇塞，动一动，翻个面，好，继续，再考虑几分钟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两个好之后再去冲牛奶，不然等一下就冷了。这边如果不晒着太阳，真是有点冷啊。哇，这个环境太棒了，太舒服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吃早餐了。哇，你的身后那个贡嘎雪山已经快出来了。对啊。我已经出来了。那个山尖已经看到了。对。
就这个，蜀山之王贡嘎雪山，它那个腰身还是有点遮住的。对，嗯，哇，太漂亮了！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这个贡嘎雪山，而且我们还在这里吃早餐。对，是真的一个蛋饺，哇哦！它其实蒸热就可以了吧？对，它是半熟的。嗯，然后这个是。哇，那个牛奶的话，那边等一下再弄，先吃点东西吧。对，来吃这个蛋饺，这个蛋饺好好吃啊！先吃的煎饺都吃腻了，感觉要。是什么馅的？就是猪肉吧。哦，就像是蛋煎了一层皮裹住的嘛。对，它可不是面粉嘛，就是蛋。就自己可以尝试做一下的。哎，对对，我就想吃鸡蛋。昨天我们订过了一个甲根霸正，想去买浮油。对。全是这么一大桶一大桶的。我想买个小瓶的都没有。哇。嗯。这真的很好吃。嗯。和煎饺完全不一样。对。嗯。这环境真的太棒了。这是我目前觉得最好的一个露营地。对。海拔高，风景就棒，嗯，离雪山又这么近。虽然说昨天晚上起风啊、下雨什么的，但是就带来了今天的好天气。对，嗯，我就说今天会好，因为他们说昨天晚上大雾嘛，嗯，就昨天天气差，今天天气就会好。哦，太美了，而且我们就在这最边上，太享受这种感觉了。奥利自己在玩，利奥在干嘛？睡觉。要在里面睡觉，没那会儿看日出，可能没睡醒啊。对，我们六点多钟就起来了。嗯，昨天晚上他跟我一起睡的，一点钟睡的，那才睡五个小时。这肉还蛮多的。嗯嗯，特别棒。我们现在已经吃好早餐了，然后坐在这里看看风景，放空一下自己。哎呀，今天天气太棒了，但是哈，你看，头顶上没有太多的云。对，上面基本没有云。对。都在山那边。其实我突然觉得山那边有一点云还好看一些点，你看这个就是主峰了，它有点云在它下面，有种那种神秘的色彩哈。嗯、对。哇，你这个拍出来岩石特别好看。泡了杯咖啡来喝，看着这个雪山，舒服。然后现在要不要给他们吃饭呀？看他们睡得正香呀，都不忍心打扰他们。还是给他们吃了吧哈。这雪山已经露出来很多了。对。嗯、哇，你看这个。已经全部出来了，就是你慢慢等待它降落出来的过程是最开心的。对，嗯。行，那我去给狗狗打饭。两个狗狗的饭就准备好了，让他们在这个雪山下享受美食，哈哈，都出来吃吧。喵，出来。啊，睡醒了吗？是不是起来太早了今天？坐。好，两个狗狗等着吃饭哈，哈哈哈！你这个雪山下面哈，嗯，真乖，吃。我感觉他们两个还没有睡醒，哈哈。两个狗狗吃饭的样子是相当协调哈，一大一小，好可爱。这边还稍微有点冷，就把奥利的衣服就给它穿上了，白天就不给它脱。好，吃完饭带着两个狗狗这边来溜达溜达。你会不会直接跑下去啊？我今天看有个人跑到那最下面去看那个日出了，好厉害啊。这边可以上去，上面还是个观景台。又到霓虹洗碗的时间了，哈哈。哎呀，两只狗狗吃完饭就睡了。哎呀，说不得，说不得，一说就醒了。我们把这个彩旗拿出来挂着，我觉得这样子好看一点哈，稍微有一点点色彩。然后我们今天就不搭天幕了。说实话，这边搭着天幕还有点冷，在阴凉的地方确实冷啊，还是晒点太阳舒服。嗯。